集帝圣神驹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八场赛事二班1650。我哋一开集嘅时候咧，咁啊胜利之星稍慢嘅，前面快啲嘅马，中间位置福毅无私尔一路比，咁啊都要抢前，咁啊再见到喺佢入边咧，只马细只啲啊，帝圣神驹啊，咁啊紫色头罩嗰只啊，内栏位置啦，咁啊白衫白帽嘅兴趣，第四位鸿福满满啊。再入邊嘅第五位仲有中檔藍衫嘅聖飛啦，內欄熱爆藍啦，出邊川河首區啦，咁啊大約喺呢個尾五嘅位置，內欄勝利之星啊拍住中間紫色帽就方程式啊，尾三經濟達人尾二咧就醒目名區啊，咁啊暫時包尾嘅馬咧就嗰只牽動美麗嚟噶，開始跑對面直路啦，咁啊著意要放喎，就係呢只福毅啊，咁啊放離咗第一個身位嘅。咁啊，帝圣神驹咁啊，喺呢个第二位，内栏第三系兴趣，再入边嘅第四位外边有鸿福满满啦，中间蓝衫圣飞啦，咁啊内栏咧枣红色衫嘅热爆蓝，出边川河首区，尾五中档紫色帽咧就方程式，出边经济达人，后边三只红衫胜利之星，尾子位置咧就系嗰只醒目名区，咁啊暂时包尾系牵动美丽啊。好啦，跑到对面直路尾啦，好大步嘅福毅咧，仲系占先半个身位，帝圣神驹二立第二位啊。外边有鸿福满满啦，内栏第四兴趣啦，中间蓝衫圣飞啦，再后边嘅马咧，仲有方程式咧，紫色帽中间上啲咯，出边位置咧，仲有就系川河首区，最出两只经济达人同埋醒目名区啊，入正最后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就系呢只帝圣神驹啊，咁啊外边冚上嚟就系圣飞啊，涉内栏兴趣上跟，大外档咧如飞沙上有呢只咧就醒目名区，最后百零米醒目名区喺外边一路杀上嚟，埋边啊兴趣接近终点，醒目名区赢啊第二名兴趣，第三名咧就系呢只圣飞啊，埋边啊方程式啊，哇真系犀利啊！咁啊交到啊莫雷拉手上就系呢只醒目名区，一路尾二位置转弯大外档，只只实力马都喺前面噶嘛，结果一样赢马兴趣第二，圣飞第三，方程式第四。今次留后唔系话蚀好多位啦，赢马啦，莫雷拉啊，醒目名区兴趣都跑到真系一绝噶啦。都是頂不到，跑第二，聖飛第三，方程式跑第四，結果哇呢只回到4.5倍喎，因為林美欣就成咗第二門啊，福毅啊，情緒真係唔得啦，甩獎金。10号、7号、2号、3号啊，暫定嘅名次有啦。帝聖神驹都斷攬咯。嗯，咁啊係。1分39秒61嘅時間又係快噶，因為呢場前邊咧個個都要搶啊，翻到嚟散曬。聖神驹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八場賽事二班1650。睇下預計派彩啦，跑第一名10号嘅醒目名區，對人派45.5个位置派18蚊，跑第二名7号興趣嘅位置派19蚊，跑第三名2号聖飛位置派22.5个，連贏位7搭10派150蚊，三蒙彩10号、7号、2号派1502蚊，單貼派260蚊，位置 Q 7搭10派53.5，2搭10派59.5，2搭7派57蚊，跑第四名係3号嘅方程式。都祝贺啊！10号嘅醒目名区马主获得75万元嘅优异成绩特别奖金。莫雷拉啊，结果尾场啊有嚟俾你睇咯吓，全晚啊冇一只马喺呢条跑线走上嚟嘅，佢啊可以啦。当然披醒快都可能系一个主要嘅原因啦吓。1分39秒61啊！預計騎師王是4号嘅潘頓，24分風華，24分就可以做騎師王。低分兩邊騎師王，係咯，都係熱門啊！潘頓開飛之前咪落到變咗一次熱門咯，3.5倍啊嘛！我哋頭場之前拍住大熱門莫雷拉。阿 K 呢場時間快啲定係頭先第七場時間快啲？對出場。你睇到呢個先，4.5連環就679蚊。頭先快。如果你講步速，佢頭先快啲嘅。頭先快，中時快好多啲。快好多啊！頭先嗰場都係頭先快。哇！中時都係。4重彩係13153蚊。其實呢場以二班時間嚟計，唔算話特別快嘅啫。佢係第二段快咗少少咯，跟住佢第三段又撳翻中等。希希寶咪真係好勁，好勁啊！好啦，我哋睇循環影片先啊。一起步都即刻霸好位噶啦，系勝利之星企跳一跳啦嚇，咁啊，然之後搶啊，見到福毅啊，無私爾好著意要放嘅，帝聖神驅話：哎呀，你咁快嘅喂，咁我都要頂你兩步噶，入邊就係只興趣啦，而
然之後見到紅福滿滿啦，咁啊喺呢個第四位嚟嘅中間聖飛入邊熱爆藍啊！再見翻就係川河首區啊，頂咗喺三搭咯，咁啊難跑啦。方程式喺個尾五嘅位置入邊勝利之星尾三啊，就係、是、醒目名居開邊經濟達人啊，包咗落尾牽動美麗。其實呢度見到真係走快咗啦，福毅。福毅雖然話大步啫，但係你咁樣第一次過嚟谷草走呢個步速啊，真係難搞啲啦。第正成都係咬住，盡量克服呢個檔啦，無私咁都總好過即係頂咗出邊咁啦。嗯，即係好過杜利來嗰啲位啦，嚇都爭好遠啊，兩個位。興趣呢個位諗住都一流頂噶啦，不過我又即係有啲驚，就係話個披醒得快咧，係咪真係會理到開邊啲馬去撲咧？結果披醒神區就唔知係咪真係俾只福毅頂住佢響熱碟啊？咁加上個步速都真係即係正常偏快啦嚇，又唔算話好快咁啊，唔得啦，斷攬啦嚇。同埋都輸得都幾遠啊，唔知係咪有啲事添？譬如前邊嗰兩隻都輸好遠嘅。嗯，睇下醒目名區啦，嗰個位哇幾正啊！你哋兩隻曬我就代之而起啦。你哋講住先，我嚟排隊嘅諗住都嚇、啊，結果開邊哇，點解有坦克車咁殺上嚟嘅咧？買咗莫雷拉嗰啲朋友一見到佢嘅影啊，落去排隊。唔係掃曬，勁啊！係好嘅，形勢又唔係好特別理追今日。位置 Q 七搭十排五十三個半，二搭十排五十九個半，二搭七排五十七蚊。四連環派六百七十九蚊。四重彩派一萬三千一百五十三蚊。